视频巡逻的时候，就发现在辖区的高速公路龙文堰高速红河段杨柳停车区的匝道口的地方，有车辆违法停车，停靠在行车道上。然后驾乘人员下车来，首先是进行了拍照，之后就三个人开始用三脚架指着手机开始拍摄小视频。咱们民警已经对这个违法行为进行了罚款200元，记六分的处罚。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